华净资堂浴佛活动由慈少净资股队做开场。400多位社区民众和志工共同感念佛恩、亲恩、众生恩，更不忘为东非风灾灾民祈福募爱。我就帮我的两个儿子圆满一所学校200万，那我们都很感恩，取之社会，回馈社会。罹患血管瘤的李成家收入不多，也想尽一份力，一半自己，一半给自己用，打十一空赚钱。虔诚礼佛，期待祝福能够成真，尤其是为父母、为儿女。妈妈的手甲脚更好起来，这是我的愿望，做囝的愿望。她有这边有一个肿瘤，很大。祝福我女儿，就是说，就是也回向给她，可以一切能够脱胎换骨。现场也让孩子们有机会表达孝心，自制卡片写上祝福语，亲手送上，诚意十足。以爱起善心，事事感恩，找回清净的心灵，也看见人间的最美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申与美、杨正勋台北报道。